哎，哥，哎，你就做，我先把它弄回来，我先把它弄回来。你一只手弄，一只手弄，你就做那个独孤大侠就可以啊。啊，塞了啊，嗯，四，五。拿掉了，那么快、啊、实力摆在这儿了，要不然你觉得刚刚两局三怎么赢你的？我是给你闹着玩吗？六，这是色批，上下其手，你给我滚！如果这是个美女，你刚刚就在上下其手，你明白了？四黑玩个游戏，四一，一就一。谢谢关注，谢谢关注。哎，我跟你说了，底下的不让，顶上的不让动。对啊，咱只弄了两排啊。41这里就不让动了，只能动底下的。谁怕谁啊？来，我都可以的。六，六。快点开始，你的。呀！天梦的听水从天上来，你怎么把它弄那么歪？三，掉下去。一，快点。实力五六，一只手，一只手，一只手。My mama always say girl you're troubling。 你不要牵着我的手。四，我看到你，撒两遍都没有超过二，你说可悲不？那赖皮。你别晃行不行？兄弟还不害怕？来，三，我不怕。你就拿那个就行，那个就挺好。我不怕。哎，你放错了。来。六，I made a few mistakes。 四，天灵灵，地灵灵，撒个六就有糖吃。哥，你再吹，扔嘴里。六，三，快点，你的，赶紧的。赶紧的，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关注，谢谢。哎，不要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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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是不是一只手啊？自己用两只手。我们来 miss， 我们来 miss。干啥？好，行吧，你拿吧。赖皮啊！Rude boy， 你我就问你，你要我怎么放到中间？待会儿三，他是二，快点！谢谢大家的点赞，谢谢。谢谢大家的小心心，谢谢大家的小心心，谢谢大家的关注。
我决定咱们再加赛一局黑钻吧。算了，还是拍情景剧吧。我对星星，你说这把它倒进去一下。我对你好吗？谁对你最好？爸爸对我最好。好的，来，哦，决胜局了，怎么就决胜局了？我，反弹，反弹，反弹，坏运反弹，坏运反弹，坏运反弹。三，快点！我建议你把这47顶回去。呀！这什么狗屎运？狗屎运没有办法。来啊！四，掉地上也算。不算，掉地上多少重新弄的？不算，掉地上多少重新弄的？行行行，你就赖皮啊！快点，骰吧。一啊！Call up down three。啊啊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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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还没动你呢，你不要不要。你可这么人你还没有打，你可这么人吧，文妈呀，没有打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关注，大家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关注。来吧，我先是零零零零六二，他就一，快点儿啊，快点儿啊！我建议你先把顶上糊了，抱住抱住抱住，不用，不用，从我这个角度看，他已经倾斜了，我的天哪！来来来。我不要这个一，我不，我就要，我要用这个骰子。六，快看，快看，我选了个六，你快看呀，你快看，你不看我一点那个高兴感都没有，你看。快点，快点。呀，狗屎运。我跟你讲，前面运气再不好没有事儿，我已经把所有的狗屎运都用完了。我跟你讲，又抠出来一个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块积木。大郎，我给你包黑蒜去。啊，不是情景剧吗，哥？这不是再加上一轮黑蒜吗？没有啊，情景剧。行吧，情景剧我还没想好。就告诉大家一个做人的道理，人一定不要幸灾乐祸，就是就算没有到最后，大家也一定要一步一个脚印嘛。我从这个游戏我就反思了我自己。不需要，不需要。帮你尿尿。他跑了，谢谢大家的关注，谢谢。Say you remember me, staying in the nice dress. 大家想一个什么情景剧啊？我想不到。谢谢星某，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点赞，谢谢谢谢关注，谢谢。Wild stranger, 洗脚店。可以可以可以。